系列切菜机。系列多用切菜机广泛用于各种根茎叶类蔬菜和海带豆制品等切制加工，可加工片、块、丁、菱形、曲线多种形状，加工表面平整光滑，成型规则，未切蔬菜组织完好，保持新鲜。该系列切菜机有调速箱、卡轮调速、智能调速等结构组成，该机操作简单，维修方便，适应性强，是理想的蔬菜加工。